零食。嗯，买点零食。哎，上次是上医院，很难不能哭的。坨坨，你嗓子，我有你那嗓子就好了。嗯，我也羡慕。不用，你长新皮肤了，嗯，戴头套了，帮你舔，上次舔，万岁，还有点磕碜。你又搁那个，又啥呀？求，哎，求。快点，我都知道你跑得可快了，去吧。还有点吗？嗯，那比前两天好多了，没有黄鼻子了。前两天有黄鼻子。嗯。哦。那是凉的，关了。以后跟可乐一块儿。那你跟可乐关系不？二中豆了。你这个小吃货，不是你的饭盆儿。
俺可走，俺不能吃鸡蛋，你可走能不能吃鸡蛋？王德，那给吃两个鸡蛋了。还是与肉无缘啊！没有一个能是好身体的，咱俩应该。他可不是，他可不是，他也可不是。好吃不好吃？不能甜，这不能甜，吃完了就甜。你得给你带头上吧，老想自己舔，是老舔上，啊，是不是吃饱了吧？舔吗？都打嗝了。嗯，你告诉我大哥，为什么刚才搁下边嗷嗷那一声？你想家走怎么的？你这两天我也在想，我也去又去看了看，你说，咱那个山庄咱到底还保不保呀？我都感觉就是，总是挺合适的，而且离咱们小院还近，还能照顾咱狗狗。我可纠结了。嗯，其实我觉得也挺合适的，但是你现在哪能便宜点？嗯，你不过总弄也这个，就是是个长远的路，那不能一直靠别人帮助咱呀。是的，起码咱自己能自给自足，那是最好的。不然你说咱靠什么能支撑下去？那长路难念也。